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及台湾各界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啊，今天是九九重阳，在这里恭祝啊各位啊九九重阳快乐，列祖列宗啊万年归宗，万年归心。今天是轩辕皇帝祖啊他的白日飞升作画升天的日子，所以这一天呢九月九日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都要拜祖先啊，你凡是有什么事家里大大小小的希望的事情，婚姻的事情啊，啊你都可以借这个因缘呢拜祖先，向祖先报告啊，请求祖先呢啊给我们满我们的愿啊，这个是九九重阳。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日本大阪道场啊，大阪道场这个地方是很小的，100平的大阪道场啊，已经买了13年啊，这是专门为啊我们台湾、日本、大陆、韩国啊4个国家啊祈福的一个点啊，天下本是一家亲，不要分说你我他。婚你我他呢，你就有争论，就有纷争。若是你把你我他全部包容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呢，啊，我们天下是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了啦。啊，那么今天九月九日，我们在大阪道场，啊，深寒从9月7、8、9，啊，这3天的深寒。恭送人王护国经啊，而且呢招请啊那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林，日本124位天皇朱建林，韩国202位天皇总统朱建林啊，光降啊来去大阪道场坛城皇城老祖殿坛城上受纳我们的祭拜供养啊，然后呢我们以下午圆满宴口施食供养之后呢，我们就奉请啊回归到啊台湾三宝寺，禅机山三宝寺天主帝王殿啊供我们在那边供奉的啊，未来今后呢若是我们所有的过婚事道场啊我们要做西安法会的时候，我们务必要到三宝寺来请啊三位天主帝王总统天皇啊本次中华民族的血脉啊，一以贯之，一定要来依法仪、依礼仪来请，啊，来恭请呢，啊，这样才，比较如法，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早上在这里一早就开始深谈，就是恭送，人王护国经，啊，这个是人王护国经呢。这用处呢是专门对高层次的啊，我们在天上界啊这如来啊，因为各有本愿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来世间为王为天子为帝王的圣灵呢啊，我们才有招请过来，才用人王护国经来供养啊，来开示啊，仰仗天威。那么今天我们在日本大阪道场啊，9月5日啊，这里刮台风
做一个很大的台风。九月六日我们就来到这里深潭，准备深潭。那我们今天九月九日圆满了，明天九月十日呢，日本又有台风，这个也是表示奉送祖灵灵归蓝天净土。未来记有一年的才能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不然在娑婆世界恩怨情仇那么多，一下子你要回归到蓝天净土，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是很困难，那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先回归蓝天净土。那只有王禅老祖所创造的蓝天净土啊。那今天在这里呢，我坐在这里呢，这个法船，这个土地呢，就像一条船，尖尖的一条法船，乘风破浪，往前，这里一个船头，船的船身呢，你们现在可以看船身。我们这大阪道场呢，这个是在民国34年，那一年盖的，到现在已经73年了啦。大阪道场这个房子是很虽然不大，但是这个像一个法船，这个也是好像冥冥中一个天意啦。这正在盖的时候，台湾刚好是光复那一年，这个中国与日本战争呢，刚好那么日本战败的那一年开始，这个是世间的恩怨情仇啊，我们看到也是很难过，我们想的也很难过，希望今后不要再有战争，希望今后呢，我们不要再有那一些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这九九重阳啊，两个九两个光明天，光明天，你光明天呢永远就是光明，就是不要再有战争，世界不要再有战争，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更希望呢在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形成十道天心，合纵连横十道天心，这个永远是十字架的十道天心，能够永远的和平，这个是我们的本意，那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呐，那我们现在就来再回顾看一下，我们这一栋房子就像一条船，像一条船，后面很高起来，前面这个尖尖的，下面这么开过去，这一个法船呐，叫做法船载道，法船承载的这个道，叫法船载道，叫成功之道，祝福各位。今日今时是丁酉年，九九重阳，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世界人类之和平圆融圆满，在台湾来到日本大阪道场，依法旨法仪三天，9月7号、8号、9号，在日本大阪道场，王禅老祖圣殿，虽然有玄的妙小，但是遍虚空十法界，满虚空的法界，圣坛，
在现在我们所站立的这地方啊，在这三天来，我们由台湾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的所有法师以及前世同修以及这个佛免道堂住持延齐法师及夫人师平，以及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这理事长严义法师代表世界和平促进会的所有的贤士同修与和美道与这个秀水太极道场颜料法师等前来这里坛前生活与供养奉送诸经，尤其人王护国经在这里三天三坛的人王护国经，这是充满的天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和平的一部经那在我们在这里面也很圆满的，虽然地点小，但是运用修行的法仪骗虚空骗法界尤其今天九九重阳这个法船载道大阪道堂这个法船呢迈向光明的世界呢是充满着法喜，所以现在时间也到了我们呢在道堂内虽然是小小的与六桌供养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弥合六方法界无尽虚空法界世界诸佛菩萨这个都是有它本身的内涵含义在所以今年的九九重阳呢是我们在台湾努力了十二坛的祭祖大典招请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从5000年前宣仁皇帝祖开始呢到现在来发生了3七6二十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众等以及所有的我们现在的在坛上的所有的天主帝王圣灵皆得皆受纳经宝法宴供养祈愿呢我们世界能永和平，祈愿呢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台湾十道天星空界这个十道天星呢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永和平的明天和未来千秋万世永无战争在我们施食供养法宴供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把一切的这个圣位会请到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天主帝王殿供奉在这里再继续我们每逢有法会有这个佛恩圣典的时候我们都会依照法仪来祭拜我们这所有的天主帝王诸圣灵诸眷灵魂皆得宝石从此永享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
啊，未来千秋万世，在这里祝福各位，祝福日本的朋友们，啊，你们都准备这么好的，香花果串，都那么热这么热心，啊，准备了这么多斋菜来供养我们大家共同的老祖宗。虽然现在你们住在日本，但是我们的祖先都是同一个祖先，啊，不分你我，大家天下一家亲呐，啊，我们许愿黄山老祖师尊，啊，和诸佛菩萨慈悲加持，啊，灌顶，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上教山林道场在。行圣教，各位法师讲师先师同修代表及日本的同修啊，好朋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九九重阳，大家都长寿，大家万寿无疆啊，福如东海，万寿无疆啊。今天的九九重阳，十道天心，万年归心，是天上界的王禅老祖合众连横，韩国、日本、中国和台湾啊，高层次灵魂界的天主、帝王、圣灵的十道天心合众连横。战国时候，王禅老祖在世间啊，展开演扬一次合众连横。到了2350年后的今年丁酉年9月9日。之前我们2004年开始祭祖大典，那时候老祖就开示了世界要和平一定要先从祖灵把它安魂立魄，所以才举办祭祖大典啊。当时第一坛就邀请了韩国、日本和大陆、台湾啊，各界的代表性的领导人物来到台湾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祭祖大典。12年的祭祖大典，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很用心的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开示，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都招请光降台湾祭祖总会，啊，祭祖坛城，啊，结果今年元旦都圆满了，啊，圆满之后，才有今天的9月9，在日本这里圆满，更高一个层次，灵界、天上世界更高一个层次，啊，这也是从持有炎帝、神龙炎帝、轩辕皇帝
三位老祖宗的源头分化出来的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龄啊，日本徐福东渡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是由美伊战争，美伊之后建国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还能够仰仗天威，由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诸佛菩萨的慈悲共从带领的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们，大家在修行，在家修行，一起依法仪、依教奉行，这所做的事情，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世界永无战争。所以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上天、诸佛菩萨的旨意。大家共同要在世间所完成的一件天下的大事情，没有王禅老祖的讲开，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跑到来这里？这九九重阳，这一个没有讲，我们永远是一个谜。所以开始要。9月9日要在这里深谈，我们幻贝学院的担子很重啊！幻贝学院，我们袁崇院长呢很着急，师父你的法仪怎么都还没有出来？法仪都没有出来，什么些都很急，责任心很重啊！这个不能开玩笑呢啊！不是在演戏，不是在儿戏。这是天命，所以老祖在适当因缘时机才会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终于圆满了。那首先我所能了解的，我们还没深谈以前，成风成雨。那所有的万姓是主灵啊，天主帝王诸圣灵全部成风成雨就来到大阪，来到日本，所以9月5日的台风是很正常。那么现在我们三天圆满了我们要奉送回归南天净土。明天下午台风又要来了，风雨来奉送。尤其我们这个地形，就是一条划船。我们没有把它详细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这里一栋老房子，74年的老房子，事实上。这是天机密的一个划船在这里乘坐了我们所有中华三族儿女的共同的祖先的领导者，时代性的领导者，他们的圣灵和眷属都集在这里。